来来来啊，下一位，下面一位。哇，掌声加尖叫声给我上。往前站一下，往前站，彩花姐帮我们站中间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不要紧啦，我站边的话。无啦，你我们这样对称啊，站中间，对称太美了啦。无啦，不站中间不用付钱，站中间是年纪比较大的，没有啦，哎呀，最美的要站中间，最美的站中间，这样来来，彩花姐站中间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有没有很精彩？再次给我们台上这几位表演的。他们舞跳得真好哎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么真的吗？这能力好，真的吗？然后又长得漂亮，舞又跳得好啊！不然来 solo 一段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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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哎，这 freestyle 来 solo 一段，来活下去了，一个一个来，随便跳。音乐来一段，给他跳好一送，送好一跳，跳好一送，跳高杯气球。哎，那那个 Bobby 的音乐，让他们来 solo 一段就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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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，solo solo solo solo， 福利福利也福利也福利也要哈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学高难度的哦，哎嘿嘿嘿嘿嘿，摇来摇来摇来，呜，好精明哦，捧一下腿来，来哦来哦，哦哈哈哈哈，来哦来哦来哦，下一位，下面一位，哇，来个 ending pose 就好，来来个 ending pose， 来来来，那不辣那不辣，够辣。叠叠乐哟，比如说像这样子啊，比如说哎、欸、有没有哎、欸、这样子，可以吗可以吗？叠在一起吗？可以，来我们给他们哎呦，那边拍照的空间，哦，拍照的空间，美女朋友，来可以拍照可以拍照，相机拍照时间，给来给来，是呀，哇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我觉得他们真的跳得很棒，只是就是那个音唱作不是很领情，这样。就我们刚才后面看那个的时候，我就打开，然后他说哇平鱼，然后我就哈哈哈哈，他就说你还笑哈哈哈哈，他这样。啊，不然林昌佐上来跳一段啊！啊，不然你叫林昌佐来跳舞嘛？林昌佐，那来 solo 一段嘛？林昌佐，林昌佐，林昌佐，哎呀！哦哦 ，solo 一段 ，solo 一段。林昌佐回家了，现在是 Freddy 在台上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叫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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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跳一段吗？我不会，我真的。阿爸，你今天我刚刚看，我刚刚看大家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，很佩服。我觉得选举好辛苦。是因为这样才。在想说赶快离职吗？对对对，差一点，赶快，对，撑一个月，不要再折腾了。谢谢。好，真的很谢谢，就是阿爸今天举办这个活动，让大家看怎么了？大家一起。我要讲，要等一下会讲完，不要紧张。对，我会唱完一次这样子，对对，不要讲。真的很感谢，可以再讲一次吗？可以哈，好来，真的很感谢阿爸今天举办了这个活动，让大家就是可以近距离跟大家来见面哦。那么在今天，我们除了说我们有很多帮忙的人来到现场，就是我们想邀请大家今天就一起共同圆满这个晚会的朋友，一起来到台上，一起来拍张照片，给他掌声。鼓励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邀请大家上台，同时也要在这边特别感谢今天所有的硬体总筹，有我们野果创意有限公司，以及感谢还有我们直播团队，我们的直播团队非常感谢我们的备案有限公司，还有呢我们的这个企划执行是我们小仙与小仙的战队，非常感谢所有的今天支援的好朋友。来，我们那个请来、那个六位候选人站中间好不好？六位候选人帮我们站中间，然后彩华姐帮我们站。再来是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大家稍微平衡一下。对对对，这个吼，左右，因为吼，大家这个摄影机有限啊，我们表演人数太多，我们先找到中心点是，等一下，我们站一个 V 字形，来来，不要 V 字形，好来。V 字形，然后前。你们会先看到我的屁股，我不要太介意哦。来，大家那个两位候选，好 V 字形这样。好好，那稍微挤一点，侧一点，然后两位请就是靠近一点，不然人家会觉得你们有夙愿这样子。我们稍微靠近一点，谢谢彩华姐，真的很精彩。来，我们稍微靠近一点，我们站在中间的不用付钱哦。来，稍微靠近一点点，我们再来，在身体可以在前面容忍的范围内，就是跟大家合个照这样。我们左边还需要多一点人哦，左边需要多一点人。啊，左边。好像有点挤、好像不行了。可以、就是、可以，来来来，请。好，好、okay、来来，你要在哪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右脸呐、啊。啊，你右脸是我左脸，刚好。我好 ，OK OK， 好，来，哎呀，
等一下，那个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揪一下吧，对，揪一下，揪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先来看中间的镜头，好，接下来看右手边的镜头。等一下。最后是大家左手边的镜头。哎呦。好，那我们不是这样，先不要动，来，我们拍个动动版的好不好？动动版，动动版。动动版的，来比个心形吗？应该不用比，应该不用比动算吧，我们有那么好，各自的爱心结印不太一样，爱心哦，自己的爱心法师样子，对对，各自爱心，这太讽刺吧，你们是你要不要换个位置啊？有考虑吗？有考虑换位置吗？右手边的，现在看右手边的。来，现在看左手边的。我先说这个位置安排没有经过彩排。对，没有彩排，下次就是不小心就是这样子。那最后拍个动态版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想要啊？我们应该喊那个这个世代，下个未来。好不好？这个世代，下个未来。然后你想喊加什么？哎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加就是动算吗？要加动算吗？就这个世代，下个未来，六席全上。他说六席全上了。还什么？这个世代，下个未来，六席全上。全上好。这个世代，下个未来，六席全上。是不是很难念？好，动大家很。我们现场民调好了。什么意思啦？不是啦。台客剧场啊。啊、不是啦，怎么了？好，这个世代，下个未来，六席全上，动算动算动算。这个职业病犯、okay 啊，职业病好好，职业病，就这样了。好了，大家可以吗？大家反正你如果不会念，就假装动一下，主持人会念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个世代，下个未来，六席全上，全上动算动算动 算, 动算。好，动态版，我们今天看中间哦。等一下，好来。来，准备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这个世代，下个